花式的、啊。哇，水小金，你看小金，你有看到吗？小金，你好夸张哦！如果怎样，你还要自己负责。刚刚不是站出去，那个是拉单架，都打了。对呀、啊，是大人的，大人的叫道具。那你没有过，你玩这个矮的，你不要去爬那个高的。不要玩。小哥，那你从后面过来。好，摸到顶就可以下来了。攀树也是一种适者的条件吗？那你自己要像样，而不是靠关系而已。万一你是帮你的一个。把他的衣服。当然了。而且要坐在那边。蔡宇瑞。你要教他，他不要，他都玩反方向，这样他一定会跌倒的。没办法的。要帮忙吗？小心哦，下面有人哦。不要怕，人家吃饭了，怎么是你呀？你敢用那个吗？你能用吗？那你爬上去了吗？好，你爬那个铁棍。小金，小刚，小金，你小金，小刚。小刚。